近日，王力宏与小十岁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生李静蕾于美国当地时间27日登记结婚。王力宏的密友还透露，小两口已在纽约举行小型婚宴，仅家人和亲戚参加。29日，王力宏发微博感谢粉丝及媒体祝福，疑似承认婚讯，并称正在与全家人过节，预告30日将晒全家福。果然，30日凌晨，王力宏在微博晒出一张王家的大全家福，并祝大家感恩节快乐，感恩每一天，一家人温馨幸福。娇妻俨然已经成为大家庭中的一员，网友纷纷留言祝福新婚快乐。另外，王力宏向密友透露，网络上出现多种李静蕾身份臆测版本。其实，小两口已经认识约12年，王力宏自认不算闪婚，但被问到老婆是否怀孕，他未回答，只说不可能回应成千上万如海啸般的网络消息。现在他唯一想做的就是保护太太。